不吵了，好不容易见面，吵成这个样子，是不打算做朋友了吗？ 这幅画你拿着，是你画的。我和小石头也见不了面，留在神那儿也不合适。给你，正合适。人都散了，留着画也没什么用。反正这画里也没。 我看到这画的时候，已经是这样了。看这工笔，应该是小石头画的。